启禀皇太子殿下接连。月座。 李使，皇太子妃拜。皇太子拜，太子和锦礼上，太子和太子妃，谁应当跪拜谁？ 太子为君，太子妃为臣，太子妃当拜太子殿下。到了明天你自己看吧。殿下，太子妃殿下是与殿下嫡体的嫡妻，请殿下双膝触地，还拜太子妃殿下。 陆中丞有句话，说出来大概不合适，但在离别之际，我还是想说：令爱就像那片山水，虽然我从未亲眼看见过，但是我知道它会有多美。陆中丞却不知道我有多羡慕。
将来可以亲眼看见他的那个人。可待的意思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请你再等等我。请太子殿下及太子妃殿下结发。顾内人，大胆！殿下，退下去。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别害怕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可你父亲是谁，你兄弟是谁，
关心。刚才出去的那个工人告诉妾，殿下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人生得好看，话的声音也好听。可解脱处为神佛前与山水间。他能写一笔好字，很有才华，又细心又体贴。他告诉妾，殿下是妾的丈夫，也是妾的君王，殿下一定会保护好妾的，妾不怕，有殿下在，妾什么都不怕。你留在这里守夜吧。这是对你的处罚，你的手还在颤抖，是心里还有怨恨和牵挂吗？